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统计学第五讲，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几率概论一的部分。几率主要的目的是用来去衡量某一个事件可能发生程度的大小。那我们通常会利用一个量化的数值来赋予它，来代表它发生可能性的高低。在正式介绍几率论的一些内容之前，有一些几率论上的常见的专有名词，我们必须要先做一番介绍。 几率会用到的专有名词：一、试验；二、随机试验；三、样本空间；四、样本点；五、有限样本空间；六、无限样本空间；七、事件；八、简单事件；九、复合事件；十、不可能事件；十一、必然事件；十二、结果。 首先，先来看一看试验的部分。所谓的试验是指观察一个可能产生各种可能结果的一个过程。举例来说，投掷一个骰子，我们去观察它可能出现的点数，这就是一个试验。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是随机试验。随机试验跟试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随机试验。 代表是可能结果里面的出现，它具有不确定性。只要具有这个条件，就是一个随机试验。更重要的是，随机试验必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第一个，每一次的实验都必须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进行；第二个条件，实验的所有可能结果是明确可知的，而且不止一个；第三个条件，每一次试验。 必须仅出现这些可能结果当中的一个。举例来说，例如我们重复丢一粒相同骰子，这个就满足刚刚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每一次试验的的情况都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另外，如果我们重复丢一个那个骰子只有点数一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那就不不能够满足一个随机试验，因为我们每次出现的结果都一样。 就没有所谓的各种各式各样可能的结果，就没有办法满足随机试验的条件。另外，刚刚的第三个条件也代表了，如果试验之前你没有办法肯定到底实验的结果会发生哪一种，这个就是代表实验的结果一些情形你无法事先去预知。那这三个条件如果都成立，才能够满足一个叫做随机试验的条件。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样本空间。 样本空间是指一个随机试验各种可能出现结果的集合。我们通常都会用英文字母大写的 S 来做表示。举例来说，丢一个骰子出现的结果所成的集合，就叫做这个实验的样本空间。也就是说，可以把它写成 S 等于大刮胡，里面包含有1、2、3、4、5、6，这样就是一个这个随机试验的样本空间。 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样本点。所谓的样本点，是指样本空间内的每个元素，通通都称为样本点。例如刚刚的那个例子，好，样本空间里面的像一二三四五六，这每一个数字都叫做这个随机实验的样本点。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有限的样本空间。 有限的样本空间指的是说，它这个样本空间内所含的样本点是有限的。那刚刚的那个例子，投掷一个骰子的样本空间就是一个有限的样本空间，因为它只含有六个样本点。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无限的样本空间。无限的样本空间指的就是说，样本空间内的样本点有无穷无穷多个。举例来说，例如。 两个人来玩猜拳的游戏，一直要玩到你赢了三次，我们才停止这个游戏。请问需要总共要猜几次拳的这个数目？这样的一个随机实验的样本空间，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S 等于大括弧，这里面有三四五，以此类推。为什么从三四五这边开始呢？因为最少最少，你一定要玩三次，猜三次拳。 你才有可能，你一次就赢了三次，然后停止实验。如果是四呢？四代表你可能前面两次里面，哈，有前面三次里面有一次你没有赢，然后一直到第四次你才累积到三次。因此，这个样本空间它有无穷多个，从三四五一直到无穷多都是。再来，我们要看下一个名词叫事件。 事件指的是样本空间内的部分集合。举例来说，刚刚的丢骰子的一个试验，假设我们关心的是出现偶数的点数的话，那这个偶数点数的这个事件，我们就算是一个事件 e v e n 再来，我们要介绍叫简单事件。简单事件指的是说。 那个事件里面只有含一个样本点，这个叫简单事件。举例来讲，丢一个骰子，你关心有没有出现点数六，如果有出现点数六，那就代表这个事件发生，而这个事件呢，就是一个简单事件，因为它只包含一个样本点六。另外还有一个，则是复合事件。复合事件是指这个事件内的样本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举例来讲，一样丢一个骰子，如果你关心的是有没有出现偶数的点数，那如果有的话，那就代表这个偶数点数的事件是发生的，所以这个事件里面的样本点包含有二、四、六，所以它是一个复合的事件。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叫不可能的事件。不可能的事件，我们又称为是零事件。 不可能的事件指的是不含任何样本点的事件，或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做完了一个实验，你的这个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个叫不可能的事件。像出丢一个骰子，如果你想要看看有没有出现点数七，这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件，因为一个正常的骰子是不可能出现点数七的。再来，我们要介绍叫做必然的事件。 必然的事件，我们有时候又称为是全事件。它包含样本空间内的所有样本点的事件，或者是必定发生的事件。如果有人问你，丢一个骰子之后会出现点数一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一定必然会发生，因为丢一个骰子就是这六种情况的一种。 所以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就是一个必然的事件。再来最后一个专有名词叫结果，叫 outcome。那有些统计学的书又会把它翻译成叫出项，它是指执行一个随机试验所出现的结果，我们都把它叫做是一个出项，或叫做一个 outcome。好，例如我们去观察一个丢一个骰子。 然后丢一个骰子，出现的点数的结果就是一个 outcome。好，接下去我们要转到另外一个主题，是有关事件与集合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一些事件与集合的部分的一些专有名词。先来看的是叫做样本空间，一个随机实验所有可能结果形所形成的集合叫样本空间。我们通常会用 符号 S 来表示。如果我们令英文字母 E 跟 F 代表 S 里面的两个事件的话，这个 E 跟 F 会有下面这三种关系。第一个关系叫做非一、e、的事件。这个非一、e、的事件，我们就又称作就是不发生事件一、e、的这个事件。那符号一般我们会定义把它写成英文字母 E 上面多写一个横杠。 或者是一、e, 右上角的部分写一个 C，它的意思是样本空间内只要一、e、这个事件不发生，其余都发生，那那就代表这个一、e、的余几这个事件发生。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图来做解说会更清楚。例如大的方块的部分就代表我们的样本空间的所有情形，而中间呢圆圈的部分代表事件一、e、的内容。 那扣除这个一、e、之外的所有阴影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一、e、这个事件的余几，也就是说一、e、这个事件不发生的一个也算是一个事件。好，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下一个例子。接下去我们再来看。 事件一、e、跟 F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的第二种，我们把它叫做它们的连级，所谓连级是发生一、e、或发生 F，或者是两者都发生的这样一个事件，我们会把它用一个符号叫做一、e、连级 F 的这样一个符号。所以可以由另外一个图形也来做这样的解说，也就是说一、e、跟 F 有重叠。 但不管它们的重叠的部分，总之就是把这两块把它加起来的这个部分，就是 E 跟 F 的连接那这样一个连级就代表，只要有 E 事件发生或 F 事件发生，或者是两个同时都发生的情形，通通都转 E 跟 F 连接这个事件发生。第三种情形，则是事件 E 跟事件 F 的交集。 交集指的是事件一、e、与 F 两者同时发生，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符号以连交集 F 这种情形。再来看图形的解说，从这个图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一、e、跟 F 的交集指的就是说，它们中间重叠的那一块小部分，也就是说，只有在那一块的的情况发生，我们才讲说。 E 发生，F 也发生，这个叫做 E 跟 F 的交集。讲完了这 E 跟 F 关系的这三种情形，接下去我们来看下一个例题。这个例题是讲说，假设我们某一个人在吃午餐的时候，有下列几种选择：一个是主菜，一个是饮料。主菜有两种，一个是汉堡，一个是热狗。汉堡用 H 来代表，热狗用 D 来做代表。 饮料的部分有牛奶用 M 来做代表，红茶用 T 来做代表，以及咖啡用 C 来做代表。那请问，某一个人点了一份午餐，请问他有哪些不同可能的组合？那第一个问题，午餐所搭配的所有组合情形就是一个样本空间。这个样本空间 S 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这样的情况，写一个大刮胡，然后写 H M。 HTHC，还有 DMDTDC，因为所有的组合就这六种。第二个问题，一、e、万这个事件假设代表的是你午餐里面主菜是热狗。好，那一、e、万这个事件的内容也可以很容易写出来，就是 DMDT 跟 DC。第三个，假设 E two 代表的是午餐中。 饮料选择的是牛奶的事件。好，那这个一、e、two 的内容，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是 H M 跟 D M。第四，假设午餐当中你的主菜不是热狗的事件，那不是热狗的事件，那就代表刚刚第二小题那个一、e、万的事件，我们要取它的余几，所以符号是写一万的余几的符号啊，然後它的内容则是 H M、H T 跟 H C。 第五，假设午餐当中的主菜有选择热狗或是饮料，有选择牛奶的事件，那就代表我们前面所讲的 E 万的事件跟 E two 的事件的连级，而他们的连级把它综合起来所得到的内容就是 D M D T D C 跟 H M。第六是午餐当中的主菜是选择热狗，而且饮料又是选择牛奶。 像这样的事件，则是前面所介绍的 E1 事件跟 E2 事件的交集，所以你去算它们的交集，就是重叠的部分，你会发现内容只有 D 跟 M 这点这一个。好，那接下去我们再定义一个叫做空集合的情形。所谓两个事件的交集，有时候是空集合，那代表怎样？代表它们没有重叠。 那没有重叠的情形，那就代表 E 跟 F 这两个事件，我们又把它叫做它们是互斥。要建构一个随机试验的模型，我们就必须要把样本空间还有一些事件的特性要界定的很清楚，接下去才能够把一些特定的数值把它赋予在这个事件上，而这个数值就代表的是几率。 而在把数字赋予到事件上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均匀调和原则，第二个原则叫相对频率原则。我们用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均匀调和原则。举例来说，投一个公正的硬币投两次，所出现的可能结果的这个样本空间，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它内容是 H H H T T H 跟 T T，这边的 H 代表是出现正面，T 代表出现反面。好，那由于这是一个公正的硬币，那每一个样本点我们很合理的会把四分之一的值赋予给它，而这四分之一就是代表每一个样本点的几率。例如 H H 会发生两次都正面的几率是四分之一。4, 会发生第一次正面、第二次反面的几率也是四分之一。像这样，就是要做一个均匀调和的几率分配原则。我们把一,一把它分配到这四个样本点。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指某一个班级五十个学生他们的微积分考试成绩情况如下：A 等级的代表八十分以上（含八十分）占了二十个人，B 等级代表七十到七十九分。 占了十五个人，C 等级是六十到六十九分，占十个人；d 等级是低于六十分，占了五个。人。好，那现在如果人家问你考微积分的考试成绩是 A 等级的几率，这个 A 等级就是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的几率该怎么算呢？就是用 A 等级这边的二十个人除以总人数五十个人，所以是零点四，而这就是一个叫做相对频率的原则。 因为这二十个人相对于总人数来讲，它占了零点四，这样的一个分配几率的方法就是一个相对频率原则。那如果人家问你，请问你随便抽一个学生，他的考试成绩是 A 或是 B 的等级的几率是多高呢？那我们就把 A 等级的人数跟 B 等级的人数把它相加，再除以总人数，可以得到比率是一个零点七。 这个零点七就代表是一个几率，像用这种方法来分派一个数值给一个事件身上，这就是一个叫做几率相对频率的一个几率分配原则。要注意的是，如果 S 代表的是样本空间，而 E 跟 F 是 S 中的两个事件的话，那么。 任何一个事件发生，必须满足下面这三个条件，才能叫做几率。第一点，一个事件一的几率永远是介于零到一之间，也就是大于等于零，小于等于一。第二个，空集儿的事件，也就是说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几率永远是零，而样本空间这个事件发生的几率永远是一。第三个。 如果事件 E 跟 F 的交集是一个空集合，那就代表 E 跟 F 负次，那么，如果要算 E 跟 F 的连集的几率，就会等于这两个事件个别几率相加。另外，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如果 E 交集 E 的余集等于空集合的话，而且 E 连集 E 的余集是样本空间，那就代表样样本空间的几率等于一、e,。 然后它会分成一的事件的几率加上一的余几事件的几率，而推到最后，我们可以得到，我们要算任何一个事件的余几几率，永远都是一去减掉这个事件一所发生的几率。再来，我们要介绍的叫做离散样本空间的一个几率模型。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假设有一个样本空间。 里面的样本点包含 W one、W two，以此类推。那么 S 当中的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结果，假设叫 W i 好了，它发生的几率我们把它用一个符号叫 P i 好要记住，这些 P i 永远都是大于等于零。同时，你把这些 P i 全部做加总，会等于一。那另外，我们可以令一代表某一个事件。 那么一、e、发生的几率，就代表落在一、e、里面的每所有可能结果 wi 的几率的总和。你把那些 pi 去把它加起来，也就是说，你把事件一、e、要算的几率，就等于事件一、e、当中所有可能出现的结结果的个数放在分子，而分母则是样本空间 s 里面所有可能结果的个数，这把它拿来做相处。 就可以算出事件一所发生的几率。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做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另外一个主题叫做条件几率。介绍条件几率的一个方法，我们直接从一个例题来做解说起。 这个例题是在说明，假设有一个公正的骰子，我们去投两次，去观察它所可能出现点数的结果，那它的样本空间可以很轻易写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形，从刮胡一一一直到刮胡的六六，一共这三十六种可能性。那现在我们另一个事件一，代表第一次投掷出现点数五的结果，那一这个事件的内容，我们也可以把它写出来，它是。 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那如果人家问你一这个事件发生的几率是多少？利用刚刚我们的均匀调和原则以及相对频率原则，我们可以算出一这个事件发生的几率是三十六分之六，也就是六分之一。再来，我们另另外一个事件叫 F 号，F 代表第二次投掷的点数和两次投掷的点数和是六。 那两次投掷的点数和是六的话，它的事件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它的内容是一五、二四、三三、四二跟五一。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算出 F 这个事件的几率是三十六分之五，36, 因为这五个样本点占了样本空间的三十六个样本点，占了三十六分之五。好，那现在问题回过来，假设。 已经知道第一次投资出现点数是五了，也就是说一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那么人家问你投一个骰子两次，它的样本空间就会由 S 缩减到一这个事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资讯的前提下，如果再问你，请问会发生点数和为六的几率是多少？那就变成是一个六分之一。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已经出现点数五了。 所以你第二次去投，只有六种情形里面只有一种情形，也、就是只有出现点数一才能够让两次这个点数和加起来会是六，所以几率只有六分之一。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叫做条件几率。要注意到的是，会发生第一次投资出现点数和点数是五，而第二次投资的点数和会是六，只是原始的样本空间里的一个情形，就是五一、e、这种情形而已。 所以，这个五一、e, 这个情形就是事件一、e、跟 F 的交集，它们的几率是三十六分之一。下面我们会有一个条件几率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算法，也就是说、e，一跟 F 代表两个事件，假设事件一、e、已经发生的前提下的条件下，事件 F 也也发生的几率，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一个符号，P 的刮弧里面写一个一个。 重的一横，后面那边的那个一、e、代表是条件，也就是一、e、已经发生了。请问 F 也跟着发生的几率，它的算法可以变成是分母写一个一、e、事件发生的几率，分子写一、e、跟 F 交集的几率。而这个数学式子要能够成立，有一个条件，就是基本上在分母一定要是大于零。所以要算条件几率的话， 一这个条件的这个事件一定要先发生，所以一的事件发生的几率一定是要大于零。所以延续前面的那个例题，会发生第一次投掷出现点数五，而第二次投掷的点数和是六的情形，那它的几率用定义的算法就会变成分母是六分之一，6, 就是一事件发生的几率，而分子是三十六分之一，36, 是一、e、与 F 交集的几率。 这相处出来会得到是六分之一，跟我们一开始所算的方法的结果是一样。接下去有几点要注意，就是由刚刚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在一、e、发生的条件下，F 发生的几率等于这样一个定义的式子。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一、e、跟 F 交集的几率等于怎样？等于一、e、这个事件的几率乘上一、e、的条件下 F 发生的几率。 同理，也可以把它写成一、e、跟 F 交集的几率等于 F 的事件的几率乘上 F 的条件下一、e、所发生的几率。这些条件几率的一些特性，都是同学应该要相当熟悉的一些性质。再来，我们要看下一个主题，叫做事件的独立性。那事件的独立性，我们先由定义来介绍起。我们令一、e、跟 F 分别代表是两个事件，如果 F 发生的条件下，一、e、发生的几率会等于等号右手边一、e、这个事件发生的几率，或者是一、e、的条件下，F 发生的几率会等于 F 所发生的几率，那就代表一、e、跟 F 两个事件相互独立。从数学式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 F 的发生跟没有 F 的发生，并没有影响一、e、这个事件发生的结果，所以说。 我们由这个 F 的条件下 E 发生的几率，可以再进一步改写成下面的这个式子，也就是说分母是一个 F 事件发生的几率。经过改写之后，我们可以得到 E 跟 F 交集的结果的它的几率会等于 E 的事件的几率乘上 F 事件的几率的话，那么我们就称为 E 跟 F 是相互独立。来看下面一个例题。 这个例子是指丢一个公正的骰子丢两次，那样本空间一样有三十六种，我们可以很轻易把它写出来。好，我们令事件一代表点数和为七的事件，那一这个事件的内容我们也可以把它写出来，它的几率是六分之一。F 这个事件呢，则代表第一次投掷的点数是五的事件，F 这个事件它的内容我们也可以把它写出来。 而它的几率发生的几率是六分之一。6, 那由于 E 跟 F 的交集，只有产生这个五二这个点而已，也就是第一次点数是五，第二次点数是二，所以 E 跟 F 的交集的几率是三十六分之一。36, 这三十六分之一刚好又等于 E 的事件的几率乘上 F 这个事件的几率，所以我们就代表這告这也告诉我们 E 跟 F 是相互独立。 好，那我们再另另外一个事件叫 G 哈，G 代表点数和为六的事件。那 G 的内容也可以把它写出来是一五、二四、三三、四二跟五一，所以 G 这个事件的几率则是三十六分之五。好，那我们会发现 F 跟 G 的交集是五一，1, 那它的几率三十六分之一。36, 并不会等于 F 这个事件的几率乘上 G 这个事件的几率等于二一六分之五，因此这个式子不能够相等，那就代表 F 跟 G 它们并没有相互在独立。好，到这边为止，我们今天有介绍了一些几率论里常见的一些专有名词，也对于样本空间以及事件的一些定义，还有它们的性质做了介绍。 接着我们也谈到了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以及求几率的方法，还有条件几率的内容。最后我们也介绍了所谓的事件与事件间的独立性，这些性质都由一些数学式子来表示。我们面对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借由这些特性去做一个验证，然后求出相对应的几率。那下个礼拜我们要进一步介绍有关。 这个单元《几率概论》里面的另外一个随机变数的内容，那我们这礼拜就讲到这边，谢谢同学收看。